这里整段就是湾潭古道啊，好漂亮啊，好几层，不一样。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梦潭，之前就是庆哥揪我来哦，第一次来就是庆哥看到人家网路上的梦潭就吓到了，然后跑到这里来，太厉害了。潭水实在太漂亮了，山水潭。刚好往下游北势溪，湾潭溪跟北势溪在这里汇合。哇，江秀饼现在喜欢潭溪嘛，它指的那一个就是北势溪，所以我们要沿着这个上去。它在上面又再过一座桥，跟这个桥很像，不小心都要搞混。这边出去就是往阔濑那个方向啊。八天。再回头看才行。